哎，各位好啊！各位好朋友，在我这儿也看了不少视频了。有一点我不知道您发现没发现，在美国啊，神经病特别多。进这姐就是，人家公园有一活动厕所，她进去上完厕所呢，低头一看，嚯，那么多屎，她就想看看能不能把这屎给点着了。然后啊，她就撕了点那卷纸，拿打火机点着了，往那马桶里一扔，看看能不能把屎给点着了。看到这儿啊，突然间我想起我们小时候来了。我们小时候经常干这事儿，一帮小孩去公共厕所，把报纸点着了，扔茅坑里，不为别的，就觉得好玩。可我们那阵都六七岁、十来岁，这姐40多都快50了，哎，她也好这口，结果她也没点着，那屎哪点得着去？弄那厕所呼呼直冒烟，人就有人给报警了。警察到这一看。这姐叼小烟，往那野餐桌上一坐，晃小腿儿，在那正美了。警察就问她：“怎么的了，姐姐？那厕所怎么的了？在里放火？”姐说：“那里都粑粑，都快满了。像这种塑料厕所，这就是她的报应。”警察说：“姐，我没听明白你嘛意思。”姐说：“这厕所塑料做的，里面连个水管都没有。我这渴了想喝点水，我还得花钱去买去。”这姐嘛意思呢？他觉得这种简易的厕所不好，公园里应该正正经经盖个厕所，里面抽水马桶、洗手池、水管子、干手机嘛都有。这种简易厕所不行，塑料做的，里面嘛也没有，就一颗，还特别脏，里面那粑粑都快满出来了。所以他惦把它给点着了烧了。警察说就因为这个你把它点着了，解说就算是吧。点了没点着，警察说你怎么点的？大爷说这不嘛，打火机里面还有那卷纸。我从电话亭里拿了一部电话本，那电话亭也是简易的。警察说你在里头把嘛点着了？大爷说把嘛点着了，粑粑呀，里面就有粑粑，嘛也没有，怎么把粑粑点着了？警察说你刚才说你叫玛丽莎，是叫玛丽莎吧？姐说啊，我叫玛丽莎。警察一看，这姐绝对够口了，也没必要再聊下去了。然后他就跟总部联系，告诉总部，公园现在有一姐姐，把公园那简易厕所给点着了，我们现在准备把她带回去。汇报完了，扭头告诉姐姐，不好意思，姐姐啊，我们得把你抓起来。这姐说：“为嘛？我怎么的了？”警察说：“你这叫纵火。”杰森，等会儿我先把这个烟抽完，行吗？那警察姐姐说：“不行，赶紧把烟掐了啊，扔了。你要不扔，我替你扔。”姐说：“你扔个试试。”警察扔了。姐说：“你叫嘛名字？”那对警察说：“警官比斯利。”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赶紧把烟掐了。那姐说：“我不，还没抽完了。”这对警察一看他正呗，警告他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我一直跟你好说好道，你可别自己找倒霉，让我们费事。”说着啊，这俩警察就开始拘捕这姐姐。姐说：“哎，你们这太粗鲁了，咱别动手行吗？”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撅我干嘛？俩警察还不搭理，嘁咔嚓，把他俩胳膊往后一撅，把这手铐就给戴上，然后问他：“玛丽莎，有事儿吗？”“没事，站起来，站起来吧。”然后那女警察把这姐姐给架起来了。刚才姐姐一挣呗，眼镜掉了。那女警察问他：“用我把眼镜给你戴上吗？”这姐也不说话。女警察一看，把她帽子给戴正了。又问他一遍，用我把眼镜给你戴上吗？姐说不用，妈妈你找一下琳达，我只跟她说话。警察说你现在因为纵火被逮捕了，一会儿我们把你送监狱去，你有问题吗？姐说你放了我。警察不行，我不能放你走。姐说罚点钱不行吗？警察说你这纵火罚点钱哪行去？他说为嘛不行？警察说当然不行了，他以为里都是粑粑，然后他就开始胡言乱语。警察也不知道他说的嘛，但是他倍认真，也不像是拿警察找乐。这已经是这姐姐这星期以来第二次被抓。前两天警察刚把他给抓了，为嘛呢？啊，一个14岁小闺女报警，说这姐姐平白无故啪给人一嘴巴子，然后啊乒乓乒乓给人揍一顿。警察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家拿打火机点床垫子，所以这警察知道这姐脑子不正常。美国好多这种人，你要从外表看啊，跟正常人一样，穿得干干净净的，也看不出来有嘛不正常。
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哎，他就犯了，然后警察啊就把他带回警车，可到了警车这儿啊，哎，他又作妖了，他非说那个女警察呀、把他弄疼了。这警察姐姐说："你这怎么的了？我干嘛了？你想点吧，别磕脑袋。"这姐姐说："你想点你脑袋吧。"警察："行行，我想点我脑袋啊，你赶紧上去吧。"那姐姐说："你个臭屁吃，你别碰我啊，我现在坐不进去。"然后他开始在这就骂那女警察，说人是个臭货，是个 bitch，戴了个假耳环，在这骚扰他了，伤害他了。那警察说："你能把那腿往里伸伸吗？"我不能。你没看我这背靠吗？让我把腿伸进去休想，知道我谁吗？"警察姐姐说："我知道这个吗？你赶紧坐进去吧。"他又喊："知道我多大了吗？啊，你多大了？"那警察姐姐说："跟你有关系吗？"然后把那车门给关了。接着呢，就把这姐带回警察局了。这一道上啊，这姐就开始骂大街，哎呦，卷了一道。好不容易到警察局了，出来一堆警察迎接她。这姐有前科，仨俩警察摁不住她，所以来了一堆警察在这儿等她下车。各位朋友，看看她这是神经病吗？你说她不是神经病吧？她这做派跟个神经病一样。你说她是神经病吧？最后法院判了，纵火、虐待儿童，还有一个是在保释期违反保释条例，这仨罪还都是重罪。你说他是神经病吗？法院既然判他了，他就不是神经病。可不是神经病，为嘛他看起来就像个神经病呢？哎，各位朋友还别觉得奇怪，美国好多人都得揍他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啊，谢谢大家观看。